接下来的题目有三个小题，一小题一小题做。啊，工业上做硫酸是要把硫的氧化物跟水作用，啊，所以就是把两个写在一起，硫氧化丢到水里面去产生硫酸。啊，那我现在想要制得纯硫酸245克，需要原料硫几公克？已知硫酸245克，所求硫几公克？请你上来写，方程式给你了，请你上来写，你上来写。好，来，26号、16号、15号。上来，上来，一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写了，题目有了。第二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摩尔。已知纯硫酸叉叉克，所求硫叉叉克。问自己，质量怎么换摩尔？换完以后带到关系，什么关系？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带到系数关系去，然后就数学就做完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方程式，好，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换摩尔，已知245公克的纯硫酸。245克纯硫酸，所求硫几公克？硫的原子量是32，氢的原子量是1，氧的原子量是16。讲义上应该有写，原子量最下面有写，原子量都有写给你。喂，这大哥，你把放着抄就没事了。对啊。不用你抄了，这不都有了，你抄了嘛。人家去问的是硫，人家问的是硫。硫。我要问一下硫几公克？硫是哪一种？硫是 S。你嘴巴讲64，就说我写64。对啊，64。32乘以二。对啊，32没关系，我念写就行。哪里有32？我要你计算过程，你看他做答案呐。32乘以二。啊？这不叫计算过程，你二哪来的？二不就是这上面的二？一加一。很好，这是你说的，回家。对，我还没有，下面还没有写完。不用，就如果留几个六十，你写完了。回家。不用，回家第一小题就好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。起床啊！两个人打一个六十。还有什么？今天算这样多少？64除以32，对不对？很好，回家。上面基本上叫做乱写。你知道，算摩尔的方法是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。要算我的质量，就要除以我的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。
245是谁的质量？硫酸质量。你就要除以的叫做硫酸的原质量或者是分子量。为什么除32？三十二是谁啊？是硫的原质量吗？你怎么会拿一个硫酸的质量去求去除以硫的原质量？想要求谁的莫数啊？啊？要除多少？硫酸分子量98要除以98。啊，这个就更好笑了。说呢，这叫 2S， 所以答案就是32乘以2。如果32可以乘以2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你的硫有几摩啊？2摩。是不是因为这里写2就一定是2摩啊？不一定。当然不是啊，是2摩的硫加3摩的氧才是这样才有反应啊。那如果你只有1摩的氧，后面还有2摩的硫吗？这里没写。当然就不对啊！答案是不是64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就算是64，它的加法也是错的啊！30，第一，写出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做，题目已经给了。不用做，题目已经给了。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摩，已知什么？求硫酸25公克，求什么？硫公克。质量怎么换摩？质量怎么换摩？除以原质量或分子量。硫酸分子量98。一个氢是2，两个氢，一个又是一个氢是1，两个氢2，一个硫32，2+3234，一个氧16，四个氧64，所以34加64变成98。硫酸摩，还有一个硫几摩几公克不是 S， 要除以它的原子量32，这么多摩，好了。摩有了，下一步带到关系去，什么关系？摩尔关系，谁告诉我摩尔关系？均衡系数，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。带进去，我要的是硫酸比上硫，硫酸比上硫，数字套下来2:2，刚才算出来的硫酸是2.5摩。硫是这么多摩，当进去，下一步就要数学嘛，后面就是数学了。80克，所以需要硫80克，就这样做就可以了。你们都问的问题在这里呀、啊。你问我为什么32分？你刚刚讲过了，为什么32分在 S 功课啊？质量怎么换摩？除以原子量和分子量，讲一讲写给你原硫的原子量是多少？32啊？为什么还问我说为什么是 S 除以32？所以答案80 ，OK 吗？OK。